展20世纪呢最具天赋才华的艺术家之一。他通过的呢是钻石、宝石的一个色彩运用，还有他对于大自然的一个细腻观察以及热爱。他将植物的花朵、异域飞鸟，还有海洋森林呢，以奇幻的风格来幻化成呢极具诗意的高级珠宝作品。所以引领众人呢一起来开启一趟令人心驰神往的自然探索之旅。那今天呢真的非常开心的邀请大家一起与我们共襄盛举，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邀请了两位的特别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首先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魅力男神张孝全，欢迎。好的，我们就定位，因为呢我们第二组的媒体朋友呢是动态的媒体朋友，所以呢我们请孝全是左到右，右到左的视线，让他们做不同的捕捉。在刚刚第一组的摄影方式呢是平面的拍摄，那因为我们这一组的媒体朋友呢都是动态的，所以呢也请孝全呢可以呢在我们的背板前呢恣意的来展现跟我们这次史隆伯杰先生的作品的一个结合，还有呢他今天呢搭配了非常帅气迷人而且非常沉稳的一个西装造型，以及呢做了最完美的搭配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史隆伯杰先生的珠宝作品。待会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对于呢这一次展览的一些想法。素材都够吗？好，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承接麦克风。好，请孝全跟大家打声招呼。各位现场的媒体还有贵宾大家好，我是张孝全。是，今天很开心邀请你来到现场。那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呢你今天呢亲临鉴赏我们2021 Tiffany 高级珠宝展的心情，还有也跟大家来介绍呢你今天的珠宝搭配。其实非常开心，因为我知道好像这个珠宝展第一站是在台湾，对，那有这个机会先睹为快，是，对，我觉得非常荣幸。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可能要介绍我身上的珠宝，就是这个胸针，对，它是史隆伯杰先生这个系列里面的海葵，它是由沙弗莱石，然后蓝宝，然后还有钻石。那主要这个海葵的意象其实就是史隆伯杰对于所谓的自然海洋，它对于海葵的一个意象。对，那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大海，对，所以别这个其实我觉得蛮搭的。对，是的，尤其呢我觉得男性的一个西装搭配基本上呢就是很迷人的感觉，但是如果要更加迷人更加做提升，可以就配到搭配一些配件，让大家可以有这个画龙点睛效果。那接下来呢我就要透过我们现场的媒体朋友，他们有集结了一些问题，那由我来为你做发问。在今天现场的一个艺术气息，有让你想到大自然、大海或是户外活动的一些记忆吗？它可以跟你生活上的这些大自然来做联想吗？我觉得其实到展览会场，不止展览会场，我觉得在这边就已经非常有所谓大自然，然后甚至丛林的感受，不管在植物上、颜色上，这些大地色系，甚至到展场里面有非常多的剪纸艺术，它不只是植物，它可能会有一些昆虫，然后包括这一次的珠宝，它有很多的大自然、海洋，有动物啊，有各种的元素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是感觉到满满的自然气息。所以你觉得珠宝的作品跟大自然结合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感觉，对吧？是，而且我觉得是非常搭配的。就不是大家既定印象可能觉得它就是一个华丽的感觉，而是在华丽中又跟生活跟自然做结合。因为珠宝本身是很珍惜的宝石啊、钻石，但它也是来自于大自然，那再由大自然再结合，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东西。哇，这个提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珍稀的宝石跟钻石它们就是来自于大自然，所以跟大自然元素结合起来真的就是回归给自然。那当然呢很想知道你最近在忙些什么，因为好一阵子都没有看到你的身影这样。最近就是
因为疫情稍微趋缓，然后准备要开始拍戏了，对，然后也在为下一部戏故事啊角色做一些准备，对。通常这样准备会要花多久的时间呢？通常其实你就是要看那公司他们敢不敢，对。那我觉得这一次其实蛮幸运，是其实应该早就要拍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空了多了一段时间，能够有多一些准备，然后多一些思考。那反而这次要再重新开始的时候，不止自己，可能导演，然后其他的人，大家都有更多对于角色还有故事有更多的想法。对，其实蛮好的。是的，非常期待。那其实我们这次展览呢，邀请了两位的特别嘉宾一起共襄盛举嘛。除了游孝全之外，我们也邀请了贾静雯。之前你们有合作过作品，对不对？对对对。对，那这个之后有没有任何的安排？就是有沟通过，可能有机会在第二次搭配。我当然希望。我觉得上一次跟，对，我们上一次合作其实是蛮愉快的。对，但我们对到的部分其实比较少。嗯。对，那希望当然有机会能够再合作。然后我现在也很期待那个瀑布。对。对，他的新的作品。就是、想看他的表演。新的挑战。对对对，看了那个预告，其实是非常想看那部电影的，就是他一定可以带给我们很不一样的表演。那我很想知道，孝全，就是说你挑战过这么多的角色嘛，你自己有没有心中最想要突破自己，或是最想要接触的一个角色，之前都没有接触过？我其实对所有的角色还有故事，我就是完全开放，因为我觉得就算是。可能类似或重复的角色，跟不同的演员，跟不同的团队，可能不同的导演，不同的工作人员合作，我觉得都会有不同的火花。对，对于自己，对，所以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不设限，对不对？对对对，太棒了！所以就很期待，就是接下来在你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合作者，都可以带给我们新的火花，不同的角色扮演。谢谢你，谢谢。好了，那我们待会呢也会在我们第二展区，男神呢搭配了我们徐宏波杰先生作品，女神搭配徐宏波杰先生作品，是有不同的氛围。现在就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欢迎我们贾静雯来到现场，美丽的戏剧天后，哇，太漂亮了。可以看到呢，贾静雯呢这一套女神的这个礼服，再搭配了我们的这个镜花设计的项链，真的非常非常的耀眼。当然呢，这套的礼服还有呢整体的搭配呢，由贾静雯来做诠释，是更加的迷人，更加的耀眼动人。好，那因为呢，我们第二组的媒体朋友是动态的媒体朋友，所以呢，我们也请静雯呢左到右，右到左，然后恣意的让媒体朋友做拍摄。好的，来，我们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传递麦克风。谢场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贾静雯。太漂亮了，就是已经是第二次称赞漂亮，我觉得我还可以说第三次，谢谢你。是每一次的登场，真的就是一种女神感。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参加今天蒂芙尼高级珠宝展的心情，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珠宝搭配？这次非常开心，然后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熊伯杰先生他这么精彩的作品。也谢谢蒂芙尼，然后让我在最近宣传期间还可以出来看看每个东西。今天很荣幸可以带上陈无杰的一个作品，就是上面用季花还有叶子穿插的一件艺术品，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写实的艺术家，就看到了写实的东西画下来，然后把它做成珠宝，我觉得非常难得。然后手上的这一颗真的很漂亮，就是用沙弗莱石镶在里面，我觉得很有它的特色，所以自己本身很喜欢。
而且我觉得史隆伯杰先生他的作品啊，就像你讲，他不是珠宝，他是艺术品，真的是艺术品，而且是充满生命力的艺术品。对，因为我觉得大自然的东西都是一个很宝贵给我们的礼物，所以我觉得他运用了大自然的结合，让我们看到了陆地上的动物、海里面的生物，还有你看到所有最美丽的花叶子，他都可以透过珠宝把它呈现出来，带到人的身上，显得我觉得很奇幻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透过今天的珠宝展，其实在欣赏他的作品还会有一种感动，因为这些感动就是来自于大自然。对，这些都是他好像也用大自然跟人之间的一个结合来谢谢大自然的感觉。对，太棒了。那除了呢我刚才做的一些提问，包括跟大家来介绍你的珠宝搭配，还有你今天参加的心情之外，我也集结了所有媒体朋友的一些问题要问你。当然我相信在场所有媒体朋友呢也跟我一样，刚刚就是很恭喜呢贾静雯她是入围了第58届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所以呢有很多问题是关于这一次你入围女主角的，那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生日的时候有没有特别许下什么愿望是关于这个金马奖入围的呢？我要先谢谢张少泉先生，刚刚有听到对我很期待你的心情，我非常非常谢谢他。然后其实很荣幸啊，就是跟今天到 Tiffany 来看到展览一样，在第一时间我觉得可以跟钟孟宏导演合作，也是我觉得那个愿望已经成真了，就是能够跟钟导的团队合作，然后可以参与这么好的一部作品，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可遇不可求。所以你的生日愿望等于是说在你期望的工作中，所以已经诞生了。我觉得愿望当然还有就是疫情赶快退去，这是大家应该是所有人都会许的愿望，然后家人平安，我觉得每一年我的愿望都依然如此，希望依然延续。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回归到自然，然后回归到很舒适的感觉。那还有一个记者呢问到说，最近过生日不知道老公有没有带给你什么样的惊喜呢？就是今天身上所有的惊喜。开玩笑嘛，没有，我们每一年生日其实都是我们的放假日，就是可以把小孩放在家里，可能有家人帮忙看，然后我们自己会去吃个晚餐，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是你们的惯例吗？就是平常都是两人世界，对，因为平常都是以小朋友为主，然后生日就觉得好像应该两个人自己过。太棒了。那刚刚呢少泉有特别讲到瀑布，是不是也跟大家稍稍分享一下瀑布这个新的角色，跟大家可以介绍一下透露一点吗？我真的很期待，也很希望所有的朋友可以进戏院看瀑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在疫情期间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冲击的电影。那我饰演的罗品文的这个角色我觉得也很不一样，跟我以前的表演方式可能要卸掉很多的以前的样子，然后去诠释一个各种方面都会经历很多状况的女性。我想很多女生，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还是家人，看完之后应该都非常有感觉，也很冲击，实在是非常非常期待。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你常常呢都会出席大型的晚宴嘛，是不是跟大家分享红毯的战袍是需要搭配什么样的配件来让大家呢觉得在红毯上是更加耀眼的？我觉得我现在身上这一件什么，我觉得先生的作品就很适合红毯，应该是说每个人的比例不大一样，所以基本上红毯我们都会跟造型师讨论做一个最好的配搭，就是从礼服的颜色到珠宝的颜色，我觉得那些可能小的 paper 就是要适合自己的气质很重要。所以通常红毯的战袍你自己也会加注很多自己的想法，会讨论一些觉得可能比较有安全感的，或者是跟造型师讨论他可能会说服你觉得要不要尝试的，这些都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一个讨论啊。当然今天他身上的珠宝我觉得应该就是红毯上最耀眼的一套作品，今天就像红毯的心情，真的谢谢，真的谢谢贾静雯。好，那我们待会第二组的媒体朋友是属于动态的，所以呢我们请少泉呢帮我们在现场就我们珠宝展柜稍微走动一下。
谢谢。